你要買人聽啊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ice cream sandwich。很大份呢，看你的手。两个不同的，cookies自己选，然后自己选ice cream flavor，然后这毛毛诶，毛毛其实不乐意毛诶的，它是黑糖的。嗯，但很毛一点，就短很多。 不知道第几个拍了，我的宝贝是，他应该是很喜欢这里了 ，OK 了，啊，出发，很 Q 啊，香啊，是香的，还有它的99，妈妈布 ，M A M。 这个人在吃什么？你看吃什么？来纽西兰吃中餐，还要吃烧肉，走回。那我呢？我这 fish and chip。哇，这大份7块钱，你看。看各位观众，哇，还有 lemon 呢、啊，你看呢、啊？这还是我们那边的 fish and chip。这个烧肉也是蛮大份的，12块。 我的这个7块 ，Will， Thank you。 要 either 是那个左边的 ，Impressive。 给你吃，这样。Two, three.